凡事留下我两年冇见啊，系啦，个 Covid 影响咗大家。咁今日一次聚餐，好多嘅，好多谢各位义工，同埋好多谢各位朋友，影张相。以真挚待人，人生如路，朋友如梦。就玩足成日嘅，好抵玩，又唔使钱，你登记就得噶啦。咁去到咧，佢就会同你分配两个人一组。第五台为第一台拣题目啊，嗱有三种。BCC 之最啊，加拿大之最啊，世界之最，第二种广东话嘅歇后语，第三种就系 IQ 题，你想去答咩问题？你先拣咗类型。IQ 题有十条，你拣几多号？三号 ，OK。嗱，咁嚟听住第一台啊。呢度啊，呢度第一台啊。想睇答案。快啲，快啲，你唔好偷睇，我都唔知啊。嗱，我会讲一次。好快啊！我唔會即係慢慢等㗎嚇。I Q 題第一題，第幾題啊？第九啊？第三。好，第三題。阿小王咧，一邊刷牙，一邊就吹口哨。咁我做到呢樣嘢咧？刷緊牙。十秒啊！十秒啊！刷緊牙。咦？唔係喎，我答。你答啦！哦，一號台答啱咗。有一分。所以 sorry， 我以為我唔知你係聽彩啦。全世界第二最高嘅標定係邊座？雞翅。雞翅。開始。二號台有冇答案？十秒啊！過咗鐘。啊，過咗鐘。叫白糖炒苦瓜。可以計時。白糖炒苦瓜。歇后语啊！我有贴士啊，歇后语。系啦，不如啊，又啱。第二题佢话，第二题，哎，呢个容易啊，呢个容易啊。哦，咁好话就真噶。全世界而家仲生存紧嘅最高嘅狗，只狗啊，即系四只脚踏喺地下移动到最高嗰只狗，系咩种咧？當你答到噶啦嘛，係啦，肯定藏族係咪啊？藏族係錯嘅，係 Great Dane 啊，嗰啲丹嗰啲叫咩？中文我唔知叫 Great Dane 咧，即係 BC 省最大嘅湖係邊個湖咧？雞翅。举手啦，举手为准。错。啊，答我咧，嗰叫 Willingston Lake， 当然宁夏，一定系宁夏噶啦吓，几多度？十八度，差几度？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，举手啊！七十几喎。够钟啊，咁即系零咗又。诶，呢个又系二到死嘅。二到死，你知啊？唔知冇把握，我边得？咦，好似问早咯，呢条都问晒噶咯。冇啊。乜嘢人系每日都靠运气赚钱嘅咧？啊，够钟啦嘛。到啊。系，好。赌徒错，答案咧就系嗰啲运煤气嘅运输工人啊嘛，佢日都靠运气啊嘛。OK， 由你边一条轮胎系唔会转嘅咧？嘅汽车右转嘅时候，边条胎系唔会转嘅咧？一开。歇后语第一条 ，OK。帮我哋谂下。喂，拣咗啦呢个。第二咯。第二，好。啊，呢个好容易嘅啫，多数人都识噶啦。听住，半夜食黄瓜，几时？几时嚟噶？够钟。够钟，即系冇人答。
答案是不知头不知尾。电击继续啊，对，啱啦。好啦，到你哋同下一题。点解放烟花嘅时候呢是不会射到天上的星星呢？一零分，因为星星懂得闪啊。有哪种比赛赢的时候呢就没有奖品的，输就有啊。继续啊，赢又没有奖品，输就可能有啊。对，猜妹，猜妹。